青牛。请听彩带。
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回到台湾的温暖。在这期间，我们有付出了，我们付出了一切的很多的努力，才能够三加四回到台湾，所以表现我们亚洲精神的团结和谐的核心，就是团结的地方。所以我希望我们未来在一切的努力，把我们亚洲总会的会务更推上新的里程碑。那这边感谢各位李监事非常辛劳的来参加今天三天的宴会。那我在此也要感谢我们第29届我们的江副董董事长所带领的所有团队，还有我们洪建市长的认真努力的协助，让我们29届能够完整的把我们所有货物完全交接给30届。那在这其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29届的江副董董事长在非常疫情艰苦之中，再三的改变了他的行程。在这一年中，他已经办了两次的实体会议，两次的线上会议，这是打破我们在侨界，在我们三位的一个先例。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政府防疫有功，把我们台湾的防疫的成绩推到世界，让我们大家看得到我们防疫的重点，所以说我们才能很安心的回到台湾来。那刚才我们沈副院长一直在推荐他自己在行政院跟经济部时候所创立的一些推动的产业升级的工作，他都没有，他其实非常谦虚，没有讲到他自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沈副院长他的功绩。大家记得在2年前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我们蔡总统指示我们沈副院长组织国家队马上制造口罩，从我们口罩的机具没有开始，再向原物料的进口，都是由我们沈副院长一手把它打造成功，所以说我们才可以获得很安心的防疫，因为我们有了口罩。全世界在缺口罩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口罩，我们得到了防护，这个是我们沈副院长的功绩，大家给掌声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侨委会也是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给我们海外的侨胞纾困 3.0 现在延伸到 4.0， 让我们非常安心的度过这财务的难关。还有我们海外信保基金的吴董事长也是极力在推动我们所有在海外一切的信保工作，所以说我们这次也要感谢我们的吕副院长，我们侨委会的院长，谢谢您。所以说关爱我们所有侨民一定必须在整个支持我们国家的政策的推动，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台商朋友一定不会缺席在台湾国家队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我们现在行政院所推举的回台投资三大方案，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台商朋友能够洞察世界的转向，还有我们经济的流转的方向，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从供应链的重组脱离中国的供应链，已经从新南向转到印太经济架构，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台商朋友们能够掌握先机，掌握商机。最后也祝我们所有的台商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